想亲自担任一个大家心中理想的立法委员。资深艺人虞美人20号正式宣布参战中正万华立委选举，把绿色还给青草，把白色还给流云，把国会还给人民。大家对无党籍的概念是反感的，觉得是狡猾的。我是连无党籍这样的名字都不愿意披挂在我的身上，我宁可说我是万中选一党。强调自己无党参选，但过去曾替民众党推荐的黄珊珊站台，引人好奇是否会循黄珊珊模式跟柯文哲主席的民众党共同合作。各行各业都有跟我联络，各党各派也跟我联络。如果是你心目中的那种传统的那种联络跟那种桥，我没有。虞美人2015年差点代表民进党参选立委，2019年担任亲民党宋楚瑜的发言人，2022年选举则跟白色力量站在一起，跟政治似乎都能沾上边，但对地方议题恐怕还有点距离。接下来会主打哪一个议题呢？我现在开始要跑基层，我收集2个月之后，我的回答才会比较精准。踏进政坛，核心价值很重要。举我在绿营的大势算是最低迷的时候，都在这个地方拿下了第一名的高票，所以我们靠的是双脚，真的是要走进基层。绿营可能对手吴佩益强调自己有信心，蓝营还有在地议员钟小平跟郭昭炎都有意争取政党提名。虞美人无党籍空降参战，对决在地，首要任务是先花2个月跑基层，才能交出功课。三选曾经的朱淑君安心小组台北报道。